他这个金针菇这个壳儿也挺好。嗯。用这儿的分。好，来慢点拜一下。好。大家好，我是小林。小奶奶啊，中午炒了简单炒俩菜，然后蒸个米饭，晚上了吃点火锅。我这慢点好了哈。好，一会儿了给他姑打个电话，咱再也给邻人吃涮锅去吧。行，这是正音，都热闹一下。好。来，我们改完了。我把那个菜再涮一下。真厉害，一奶真是一个大男子汉。长大了。嗯。一奶真是又能干，小嘴里又巧。哎呀，真棒！多煮点儿，谁也没人愿意吃这一道锅。多放点羊肉。咱这锅大，我这煮一锅。煮一锅吃，你吃羊。哦。这金针菇吧。金针菇等会装上，金针菇一煮就出来。是啊。七七，吃不吃火锅？吃，我减肥晚上不能吃很高呗，基本上又弄了点羊肉，是吧？摸着嘞。咱又弄个美，咱说又弄个美食来诱惑俺，不是再做手头的。吃啥呀？给你加点。不用不用，我自己都愿意吃哪点。那七七平常营业的还是别累，不管我来说，你去吧，跟朋友们来吃吧，我。不接着吃啊！哎呀，都不是别人，不用什么，不用照顾，俺都家吃的了。叫林要不要？不用不用，你吃吧。应该是营业的。哦，还有点人家刚睡醒嘞，你吃吧，不用管我。已经累了，都已经够麻烦了。又是中午又是蒸米饭，晚上又是涮羊肉。那麻烦说的有点儿结尾了哦。嗯，等哈，说大点了啊，等哈说大点，我说啥，请咱们下馆子啊，必须得，你大老哥必须得请嫂嫂吃饭，哥儿。咱们哥。嫂嫂小时候看你这么亲。电话都多吃点啊。嗯，这么好吃，而且又这么有心意，肯定要多吃。嗯。少喝好，睡好。嗯，到这边到这边，睡好。睡好。哎，人家。果然，人家小弟弟在这还是挺牛的。嗯。看来吃的都饱了。啊。不扔脚。嗯。人家累了还拿人脚。哦。我说那天正好我们剩的菜，我还。